嘿嘿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星期五的星期五。你是不是在市场上听说过很多这种，就是说啊，零头期或者是100%可以贷款的一些房屋计划呢？如果是的话，可能你想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。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关于这个fully financing 100% financing 的一个配套。市场上有一个计划叫做 house key， 这个 house key 计划呢是由Maybank Islamic 所推出的，所以这个house key 计划呢，它就可以帮你达到 100% financing， 然后你可以就是在这个如果是在建设的房子呢是 100% 在建筑的时候呢是不必付款哦，而且每个月只需要付很低的这个房屋贷款。你听起来是不是很适合你呢？这个 house key 的贷款期限呢是可以高达30年，甚至可以高达35年，而且如果是贷款至70岁或者是35年任何一个为更早。这个计划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不需要 down payment， 所以就是说100%贷款，就说举个例，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是400000，你就可以以0%就是不必付任何一个这个定金，你就可以直接拥有这个屋子，因为它是100%贷款的，所以你就可以贷到这400000的这个贷款。而且呢，你启动这个项目呢，只是需要给3个月的这个 deposit 呢，就可以开始拥有这个屋子的所持，成为主人哦。更好的消息就是，这个3个月的这个 deposit 呢，是可以 refund 的，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想要退出这个计划，你可以拿回来这个3个月的这个定期。这种计划呢，是什么项目呢？就是包括了，就是 new launch。就是刚刚从发展商推出的屋子，然后就是 under construction， 就是发展商正在建设的屋子，而且还有就是 complete project， 就是发展商刚刚推出市场，然后建完拥有就是这个准证的这个屋子，都可以享有这个 house key project。 哎，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，什么人适合申请这个房这个 house key project 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第一，你最重要你就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呢年龄介于18到70岁，然后你还是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这不是你第三间屋子，而是你第一间屋子，或者是你第二间你将想要买的屋子都可以申请哦。条件呢就是你这个属于是你第一个房屋贷款，就是说你之前如果你拥有一间屋子，不过这个第一间屋子的贷款已经还清，你想要买第二间这个屋子都可以申请。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有兴趣呢？请点击一下这个我安排的这个链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详情咯。祝你买房愉快。什么时候是买房最好时期？当你买得起房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期。